果冻，我给你们讲一下果冻怎么喝啊。你们收到货前四天睡前喝一条，第五天开始中午喝一条，晚上睡前喝一条啊。喝的时候记得细嚼慢咽啊，喝完以后多喝温开水啊，不要喝凉水。然后再就是生理期啊，生理期的话你们痛经的话就不要去喝了，不痛经的话正常喝。还有就是哺乳期或者孕妇啊，我都不建议大家去喝。还有就是你们找我的话啊，不要凌晨三四点两三点去找我，我也是人，我也得睡觉啊。你们不要说是啊，凌晨两三点了不给你们回复啊，不可能。只要你们在我这里买了东西啊，有任何问题来找我就可以了。我给你们喝一条啊，喝的时候就是细嚼慢咽啊，这个果冻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吃过？我好像第一次吃啊。